们口相之中的阳月口。古书有云啊，阳月口富贵禄在其中。阳月口是什么样子呢？就是说它像一个这个啊阳热的月亮一样啊，就是往上弯啊，齿白唇那个齿白唇红似牡丹，就是说唇红齿白，它的嘴唇呢非常的红润啊，像抹了这种哎红色的这个，就是说今天吧，就是咱们就抹口红的样子。满腹文章身价美啊，竟达富贵列朝班，这种人呢一般学识都非常高啊，在以前的时候呢啊都在朝廷中啊位列朝班。他们的这个牙齿啊都非常的洁白，嘴唇红艳啊，满腹文章，然后呢都能够美名远扬啊，必能发达富贵啊，在朝为官。也就是说今天呢，就说考公务员的人呢这种口型比较多。然后他这个口如上弦月，两边呢稍微的向下走一点啊，这个呢就是阳月口的基本的特征。他因为一旦遇到贵人呢，就能够尽显其风采啊，发达富贵，成为显贵之人，富禄了也就自然就在其中。